台湾因为地形与纬度的关系，形成多样化的栖地类型，从高山到平原，从寒带针叶树林到热带季风雨林，台湾的孤菌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孕育出独特的种类与群聚组成，并且以个别的生长方式分布于不同的海拔环境，展开绚丽多彩而奇妙的一生。一般日常生活所见的菇类，大部分都属于大型的高等真菌。这类菇菌以孢子的生长方式可分为淡子菌和子囊菌两大类。透过显微镜的观察，子囊菌的孢子是包覆在孢子囊中。一般我们熟悉的有酵母菌、冬虫夏草与羔羊肚菌等。而淡子菌的孢子是着生在棍棒状的淡子柄上，外观与形态变化丰富，有许多是我们熟悉的食用与药用菌类，如香菇、灵芝等。虽然有些菇类有绿色的外貌，不过菇类其实是没有叶绿素的，无法行光合作用，完全依靠菌丝在土壤、枯木或腐叶中吸收养分。菌丝就像娇柔的舞者，常在一夜之间伴随着自然的韵律而生，昂扬起纤弱的身躯，尽情奔放生命的喜悦，把所有的繁华都无私奉献。所有野菇都是从一个微小的孢子作为生命的开端，孢子发芽长出菌丝，菌丝形成菌丝体，等待时机成熟时便会出菇，长出明显可见的子实体。子实体中孕育上亿的孢子，并设法传播到更高更远的地方。长久以来，每年造访台湾的季风与台风，将南洋、中国大陆、韩国和日本的野菇孢子吹到台湾来，飘落在平地、草原、丘陵和森林中落地生根。台湾大型菇菌种类目前已知超过1500种，而且随着调查方法与技术的进步，台湾大型菇菌的新种与新进入种仍不断被发现。一阵异味扑鼻而来，嗡嗡作响的虫鸣争先恐后，啄声发散着特殊的气味，吸引苍蝇等昆虫来帮助它传播孢子。除了利用昆虫之外，运用雨滴与风力等媒介，都能为它们过延后代。一场午后西北雨骤降，洗落树叶一身的尘埃，颗颗滴落的雨珠催促着蓄势待发的尖顶地心，激扬起生命的进行曲，准备迎接大自然的礼赞。野菇运用风力散播成千上万的孢子，随风旅行的游子们带着母亲的信念与微小的身子离去，飘扬在阳光绿地或蓝天海洋上，
祈求一个顺利而适宜的旅程，落脚在今生栖息的居所，撒下一记欢声雷动的丰满。野菇家族营生的方式可分为俯生、寄生和共生三大类。俯生性的野菇只生长在没有生命的有机质上，它们和其他小型昆虫及细菌共同组成地球清洁队，是让地球资源回收利用的主力部队。寄生性的野菇侵入活的寄主体内，并对寄主造成伤害甚至死亡。常见的有寄生在昆虫身上形成冬虫夏草的夏垂虫草，与寄生在植物的灵芝等。共生性的野菇，它们的菌丝与植物根系在地表下交织成广大的菌根网络，菌根不但可以保护植物根部免于病菌伤害，还会帮助寄主植物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和水分，像牛肝菌与鹅膏等。另外，朝着蚁巢伞菌柄向下挖掘，可以发现一条细长的甲根连接至地底的白蚁巢，并与白蚁有共生互利的合作关系。又因为剥丝菌柄后犹如鸡肉丝，煮食后滋味甜美，故俗称鸡肉丝菇。台湾的植被分布呈多样性的垂直变化，随着海拔高度的逐渐上升，我们不难发现低、中、高海拔的野菇分布与形态也随之改变。由于低海拔阔叶林的环境高温多湿，是野菇孕育的温床，我们在孤岛木附近很容易发现各式各样俯生与寄生的野菇。如窝边格菌、侧耳、鬼笔、鬼伞与灵芝等。在满腹枯枝的落叶层里，则可发现小型伞菌，如小皮伞、毛状小菇。森林步道的边坡，则可发现共生性野菇，如红菇与鸡油菌等。台湾的中海拔地区为雾林带，终年笼罩在高湿的云雾中，因此非常适合野菇的生长，主要以俯生性和共生性的野菇为主。共生性的野菇如鹅膏、丝膜菌与牛肝菌等。俯生菌则有盘菌、
猴头菇、珊瑚菌、雨花儿等。此外，附生松根的茯苓、牛樟树洞内的牛樟枝等，都是台湾特有的珍贵药用野菇。高海拔针叶林区，因为气温低，干湿季分明，所以野菇的种类不如中低海拔那么丰富。代表性的有台湾冷杉林中地上浮生的毛丁菇、高阳杜菌、粘胶角耳、小包菌、与虎掌假池耳等。寄生性的菌类有铁山上的松生拟层孔菌等，共生性野菇则有网状牛肝菌与油饼牛肝菌等。早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，我们的老祖宗就曾记载野菇的食用与栽培方法。后来的《菌谱》《本草纲目》更详述了野菇的食用与药用价值。直到今天，灵芝、茯苓和冬虫夏草仍然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养生圣品。在生物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，食用菌的培养与应用早已普遍被人类推广与永续利用。野菇为材料的保健食品，估计产值每年高达60亿美元。野菇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相当微妙的平衡关系。野菇家族分解落叶层各种生物的残骸与排泄物，让养分回归利用，就像清道夫扮演分解者的角色。他们固守职责，默默地维持森林这个生态大厂房的运作，同时也是检测森林环境健康与否的指标性生物之一。对某些生物来说，部分野菇是垂涎欲滴的丰盛大餐，或鱼、花牛、鱼甲虫都喜欢享用美味的野菇料理。部分的野菇虽然可以食用，但许多人的认知里，颜色鲜艳的生物有毒。若以这种标准来辨识野菇是行不通的，如菱柄白毒鹅膏、内生鹅膏与绿蛰菇，在平淡无奇的外观下却包藏剧毒，因此不要任意采食野生的菇菌，以免中毒。野菇的生命周期长有数十年，短则犹如昙花一现，四季的回廊不停流转，蛰伏的等待里才能储藏满怀的精彩。将凝聚成一颗颗希望的孢子，握在来世，
再次登上生态系的舞台，歌咏自然的风美。